Hello, hello. 今天一点急事都没有，纯忙菜啊。二位贤弟，你们来吧。 既然你那个足够胖的话，那我就拿出我失传一年多的唐诗三百首。我丢，手绢，你呆子，你这是在给我三百首吧？有人给你选吧你？哎，那不差不多吗？哎，我刚丢哪个来着？是这个。有大话，马拐刀枪。有人。 马拐都是什么东西嘛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两个，一个一个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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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！ 你还算惊喜，有人。就像我惹生气。Hello。咦，果子这么差，居然就一人吃个南瓜呢？非也非也，表面上看它是南瓜，但是里面藏了大祸。哼，难道就没有玄机了吗？哦，上次我就知道玄机，我不信今天还是玄机。海鲜，海鲜，海鲜。 哎呀，有点失望啊，怎么是个大鸡腿呀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今天玄机已出，大吉必应了，那我就随便选了。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 鱼腥草，看我吃它的，这么开心吗？哼，实不相瞒，看你吃好的，比我吃差的还难受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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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深海大鱿鱼，还是母的。 啊，真香！哎，还深海的，我这个深山草根根，还是凉拌的。一会儿，别想我惹生气。忙活喽！今天这个提示有点明显，是把我们当傻子搞吧？这个鸡皮叶子跟鱼腥草我吃不了，我只能选这个。你吃不了，这两个我也吃不了。论颜值，这个也是该归我。跟我比颜值，我稍微一出手，评论区倒一片鸡皮。啊 受不了了吧，大龙虾，大龙虾！哇，真的是大龙虾！咦，我的亲女儿！啊，真香啊！啊，真的错过了，没什么惊喜了，你谢谢吧。 没想到我帅了30多年，败在一个女人手里。不要鸡皮烟子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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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笑>还好是带鱼，你准备吃鸡皮烟子吧你？<笑>这个罗皮。 这个烟子下面应该是烧鸡吧？啊，烧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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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果然是烧鸡，今年都吃好的呀。<笑>嗯，问辈分，你表哥先选，一个孩子打小就懂事，我今天就选这个吧。倚老卖老，我来分析。这个虾头，你想选是吧？这个辣椒扇，怕是不够辣吧？这个多吃会躲球，我不吃也会躲，我还是选这个吧。 虾虾虾虾虾！你要不？<笑>
选这个吧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哈哈，原来是三只虎啊！现在怎么轮到我了吧？球球球球球！哈哈，海参和虾，我跟球有什么关系？你表个兴趣，你说的没错、啊、这个北方特产你稍微等一会儿，这个外婆家的味道你的味道我知道，这个皮它是辣椒皮吧，我还是喜欢北方特产，你们今天没想到吧，特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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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北方特产、啊、馒头老面馒头。你有什么资格？我先去。哼，肉，肉肉肉肉肉，嘿嘿，真的是鸡肉。啊，真香啊！小左，我们刚才的话应该不咋地吧？每次都我选后面。走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哈哈，原来是外婆在炒鸡蛋啊！哼，这个菜我小时候也吃过。原先我有神奇。咦，今天怎么全是素的？表哥你先选。肤浅，做人不要看表面。这个芹菜它是有点老吧？这个香菜它是放了好几天了吧？这大葱看起来还有点新鲜哈。啊、这个新鲜的给我。肉肉肉肉肉肉、啊，怎么不是肉啊？哈哈，让你笑的吗？自作自受，这两个我也看不懂，大鹏你来选吧、啊、那好吧，这个饭桌我选这个，走你肉肉肉，哈哈，原来是八爪鱼啊，这个轮到我了吧，肉肉肉肉，哈哈，全是肉。